现在不是快过年了吗？我妈开始要卖对联了，每年都是过年前的前二天，卖卖，赚点零花钱。这么一来呢，我们家没人做饭了，我也没时间做饭。听说我们这儿有卖盒饭的，我先去看看去。哎呀，不是那个快餐是这儿吗？不是啊，没有快餐呀。你这鸡挺好看的，这都没写鸡年灯笼。管他卖不卖啊，他们不是卖盒饭，是炒完菜让他们自己打是吧？不对，他们是盒饭给送，那是那个乡里的饭好。我去的他不卖盒饭，他是我说我打饭去，他不卖盒饭，没有。那谁，乡里饭，他们饭还好呢，乡里菜比他们盒饭强。看看啊，好看，也没写不吃了。哎，我今天白天得歇去，太累了。哎呀妈，反过来乏了。我也是，都不行了，都真的都不行。哎，强。今年过年早，21号就过年，还有20来天。今天那班了。嗯。也不知道咋的，这是年头，全有病。行啊，都得那么一茬，以后就。人都有病。对，还不如早放开了呢，憋了好几年，开始挂对联了。我们农村的这个鸡架呀、猪圈都挂对联儿，还财神。其实东北过年才有气氛呢，别的地方卖对联儿都少。对。嗯，卖炮的也就是几个那个卖炮的点儿能卖，但是也不能放呀，大城市不让放炮。今年都让了。疫情上。是吗？嗯。那卖炮能赚点钱？病毒怕光。前两天咱家前面门口还放呢，我想，啊、农村这边没事就放炮玩儿，不是，一筐一顿放礼花，挺好玩的。这两人饭，一个人的，一个人俺俩天天吃。那你俩吃吧。俺不吃，酸菜粉条，好像有，不知道是不是大鹅，这边是带鱼。哎，原来这是工作餐呢。我先吃了，我爸我妈吃下饭，看着不太舒服。嗯，挺好吃。这个是笨猪肉，切点肉，晚上包饺子吃。这一块瘦的，它这笨猪肉啊，这瘦肉里面还带点肥的，一看就香。我们这儿在室外大冰箱冻着的，切的都是冻肉。我干活了，朋友们啊！这是我家的酸菜，这其中一小点儿就是放的，吃起来方便。我们家酸菜也是腌的大缸，怎么感觉不太脆呢？这个冻了。哎呦我去！这两天一颗够吗？啊，用不了。那就整一颗。朋友们，我剁的绞馅儿啊，我们这是笨猪肉了，上面放了好多葱，酸菜也剁好了，今天晚上就我来包饺子。其实我妈和我爸不喜欢吃我做的饭，以前我要炒个菜的话他俩就不想吃了，但是现在呀他俩有点小感冒似的哈，不吃也不行。我爸和我妈中午都没吃饭，他俩没胃口就吃不下，整个全让他不吃。我一会儿买点水果去。我们这儿的你想吧，地方远嘛，前段时间也是快递不通，这个交通也不太通，因为大雪封路了嘛。我们这边水果也是局限的，我去挑挑看看我们室外的大冰箱。鸡翅、鸡头，这应该是火鸡心，那这么大心眼儿。哎呀，这啥心呢？鸭心啊、哦。这是冻货，室外大冰箱，随便怎么摆。看他家有没有橘子。今天水果都贵呀、啊，而且这不国光吗？这咋包装都坏了呢？这个小橘子55块钱一箱，这一箱不像10斤的样子。先搬回去，想买点葡萄。哎呀，这边葡萄不太新鲜呢。我估计别的地方卖水果应该比我们家这便宜吧。
我买点水果吃点呗。不老家这边这亲戚啊熟人呢特别多，见面都打招呼。一会儿先把这个送回去，再看看谁家有好点葡萄。我妈和我爸觉得这葡萄太贵了，现在都十好几，有的将近二十块钱一斤，还舍不得吃。我说这有啥舍不得的，这生病的时候嘴里没味儿。哎呀，他们长辈嘛，这也舍不得，那也舍不得，要听他们的话啥也不用吃了。哎呀，这大串一串就够了，我去，可以了。来，快帮我蒸个蛋儿，别掉了。这个十块、啊？对，这个挺好吃的。嗯，我尝一个，尝一个这。我吃吃。行。今天给娘买这点，还有。再拿两个。这个好吃哈。好吃。我就喜欢吃水灵的。这个要不要你咋做呀？买一个。不喜欢吃饭哈，就吃点水果，糖分高的水果，水灵点的能舒服点。看看这室外大冰箱，什么春卷、麻团，这个又是什么排呀、啊？鸡排还是什么排？还有那个里脊肉啊、汤圆啊，要啥有啥啊。室外大冰箱，这好吃。我这个才十块钱，不贵，十块钱一斤，三十块钱。你这是，我跟你说，不吃饭的时候你必须得吃水果，甜甜，还有水的。我尝了一个，挺好吃的。那它这个长得还不多，就那个橘子长得太多了。我这个提子15，这个东西这个小粒儿的10块，我看挺水的呢，我吃了一个，挺好吃。不比那个还能强点，那家真贵吧？哎呀，贵贵吧，能吃几次贵的？长去吧。那舍不得，那我给你舍不得。你这该吃得吃，你看，这个好吃。这面也和好了，包蒸饺子面是烫面的，酸菜也剁好了，晚上再包。我呢，先去楼上去歇一会儿去，我也得多休息休息。这两天，就感觉没缓过劲儿来。其实我今天也不太舒服，可能是，身体没有完全的恢复好啊，主要是肺呀、啊，它就，痒，老想咳。加上晚上直播说话说多了，每天气儿都不够使。你像我一爬楼梯啊，一点都不累，其实，就呼哧带喘的，就是这个肺功能啊不如以前了。这可能是阳了之后的后遗症吧，应该会慢慢恢复的啊。我妈和我爸也是这样子，他俩中午都没吃饭，怎么全了都不吃，就没有胃口。我爸嘛一直都没感冒，但是今天也不太舒服，也不发烧，也不是哪疼。就是睡觉也睡不好，还总觉得老冒虚汗，总想躺着，其实还是身体不舒服。所以今天呢就我做饭了。我做饭我爸不放心呢，到厨房左看一眼右看一眼，说你放葱了吗？我说放了，我说放挺多呢，我说这个饺子馅多放点葱味儿好。我爸说我爸就是对我烧菜啊是一点信心都没有的。我烧菜的口味其实蛮好吃的，就是他吃不习惯，因为我可能是略南方一点的口味了。有一年哈，应该是前几年，我也忘了是哪一年了，我也是一年没回家了。回家呢我就开始大显身手，我说我这顿饭我来烧，我到厨房伸下我厨腕炒的菜哈，花花绿绿的，看那样子可好看了。我爸可开心了，先去倒的酒，哎呀，东北话叫稀罕巴叉的，往那一坐哈，一动筷子一吃，完了。我爸说这菜外表看起来真不错，但吃起来真不适合他们的口味。从那以后我爸对我烧菜啊就没有信心了，后来我也就不烧了，就我妈来烧饭。今天我妈也不行了，我妈也是哎呀咳嗽啊，这也是肺没恢复好，还没劲儿，冒虚汗。今天无论如何都得我烧菜了。